创意是设计的启发，设计是创意的实践。大悦设计凯翼创意至今成立18年，年年获得多项国际大奖殊荣，始终致力于创新设计的服务。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5大方针：客制化的空间美学、多面向的创意执行、全方位的思维整合、高效能的协作模式、利他性的双赢效果。满足客户需求，标榜风格多变，自诩设计过的样式手法绝不二次使用。在瞬息万变的时代，我们可以与时俱进，自创一格，独领风骚。大悦设计凯翼创意结合空间与人文、科技与艺术，以理性逻辑与感性思维碰撞出多面向的创造力。设计总监房元凯先生具有室内设计、建筑设计、剧场设计、照明设计、行销策略及科技艺术与资讯工程等7项硕博士学历背景，为公司团队灌溉知识养分，融汇于理性逻辑与感性艺术之间，跨界打造卓越的团队。遇到不同的个案委托，我们就化身不同的立场角色。旅馆饭店的经营者、展览馆的馆方与游客、舞台上的演员与观众，我们都必须站在空间的使用者角度思考，规划方方面面的功能需求。领导者提供思辨的服务，协助客户更多开发的可能性。管理者提供应变的服务，满足客户更多及时的动能性。执行者提供不变的服务，给予客户更多恒长的稳能性。公司云端服务管理系统更将服务数位升级，朝全面性数位转型迈进。公司成立至今，以专业的形象在室内设计界受到许多青睐与肯定。历任中华民国室内设计协会第19、20届理事、21届监事、22届及现任第23届常务监事，曾任台北市工会第14、16届理事、15届监事及现任第17届学术顾问，迄今投入产业公共事务达12年之久。房元凯总监曾执教过7所公私立大学，奉献一己所长，培育设计界人才。更成立志工协会，协同公司同仁远赴偏乡育幼院，致力孩童的美学培力计划。房元凯总监目前正跨域攻读国立清华大学电机资讯工程学院博士班学位。近年率领团队研究人工智慧导入室内设计的应用，除了以跨域的勇气与坚持带领公司走在业界的尖端，更期盼透过人工智慧设计协作的研发成果，为产业同业人员谋求更多的福祉。利他才能利己，是公司投入各项工作的初衷。用同理心思考空间，以责任感创造价值。一路走来，我们试着创造感动，让感动持续蔓延，承载人与空间的故事。